懂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以为他是谢震武小五哥，对，吴子龙，吴子龙，吴子龙，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像小五哥一样那一件披在身上，披在肩膀？而且重点是那种不蓝不绿的颜色，去哪里买到的？意大利人都这么穿吗？我刷比较不会穿啊。哦，如果你的那个 shirt 这个是白色就算了，你应该配一个比较像白色，然后裤子红色就 OK 了。搭配来是白的，因为我今天是骑机车，搭配来是白的。哇，好幽默。你说你女朋友怎么样？品味如何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，我觉得你们这样很过分。先笑完他的品味之后呢，再叫他讲他女朋友品味。他完全没说服力。是不是亵渎小五哥？因为你选的这个颜色会让你看起来像小飞侠。对，就觉得好像围了一个太小的披肩。好了，够了没？不要再欺负他了。怎么样？够了没？攻击披肩不行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台北市明天大家都会穿这样，漂亮有自信，就跟高山峰一样。嗯 ，fashion 是一场冒险嘛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觉得他这个险已经有点糟糕了。